好，各位观众，欢迎回到智霖体育台哦，即将为你转播世界杯沙滩巧固球锦标赛的第二场比赛啊，是中华队啊对上我们的香港队哦，女子组的比赛。那其实中华队在巧固球在世界上的实力都是 number one 的、哦，是。那香港女子队其实实力也是不错的啊、哦，是。啊，那这一场比赛想必来说是应该会蛮精彩的哦。是是是，其实国际赛我们给主办城市多了一队，所以这一队中华 B 队是由我们高雄市的选手哈、啊、来代表出来参赛哈。好，那我们哦非常期待哦这场比赛的进行啊。那我们香港队的球员啊，有于小莹、郑欣柔、周佳琪、陈佳瑶以及郑慧恩。而在台湾这边呢、啊，身穿白色啊白色队衣啊，中华女将哦、啊，郑乔伊、苏梦瑜、蔡欣怡、杨旭涵、苏红旗、王子柔以及许家珍哦、啊，我们。为中华队的女将来加油啊！这个如果真的是我们中华 A 队哈，那就不用加油了哈。如果中华 B 队，这个是高雄是我们城市代表队哈，这个确实需要大家的加油了啊。这个女生的沙滩哈，其实是我们巧固球的未来，因为女生打这个沙滩哈，这个感觉又更不一样啊。怎么说？这个其实哈，我们巧固球打沙滩，就像沙滩排球这样子啊，所以其实以后的未来性看好，啊，非常的有可看性就对了。这个队长现在要猜拳了哈，看谁取得话就现在裁判我们巧固球有主审中间这个，还有两边的边审啊，那握手的方式就是由这样子哈。这个客队跟主队去握手，嗯。那这边巧固球哦，我们又加入了许多的观众哦。那其实，新的观众看到我们中华队哦，要在这里要对上的是香港队啊。那其实新的观众进来会还是搞不清楚我们巧固球的规则啊，所以我们可能哦要再说跟观众说明一下。好好，这巧固球其实啊就是你丢我接的这个游戏啊。对对对。不会很难的、啊、哈，不会很难，而且非常有趣哦。对对对，动头脑，哎，就像在下象棋、嗯，你人在不同的地方，其实打法会不一样，啊。我们高雄派出的选手啊，这里看起来都是学生哦。其实我们要感谢这个我们让高雄市政府哈、啊、这边的协助以及林代化立委的帮忙。这个帮我们选手已经有国中、国小、国中、高中三级的衔接了，有接起来。目前我们国小有蔡文国小，国中的话有一甲国中，高中有陆竹高中啊，所以我们的选手的衔接了，好，可以衔接起来。好，所以几乎都是国中生哦。这个是国高中生啊、哦，国高中生，哎、欸欸，香港这一队好像年龄上是比较大一点哦，哎、欸，大部分是大学生，嗯，哎、欸。哇，这样子打起来，其实啊，中华队这边好像是比较吃亏哦，在年龄上。对对对，啊，技术可能啊，不过我们台湾的技术算是还比较不错的，所以其实比赛很难讲啊。对对，其实目前我们高雄的女生才刚开始，所以我们也断层的阶段哈、啊，毕竟这个打太阳底下巧固球在户外比赛，这个会晒黑啊，所以女生本来就很少啊。那再来的话，就是说他目前的升学啊、管道，国中、高中，目前是因为巧固球非亚奥运啊，所以他升学上是有问题的，啊，那也是很感谢有些学校愿意啊，这个给学生机会啊，啊，让他们来试着啊，透过巧固球啊来比赛。
好，这边比赛开始了哦，是球权是先由香港这边第一个进攻，哎呀，是比较可惜的，这个防守算是比较可惜啊，没有把球接起来。对对。那第一时间其实已经拦下来了。对，有碰到了，哇，落接。哦，在比赛刚开始，其实双方的节奏都还没有抓到。对。可能出现比较多的失误。球失分，球落在里面。落在禁区里面。好，巧固球，输的发球，所以香港输的发球。好，发球之后，这一传不算，户外传不算。好，再来一传，再过去两传，两传也可以射，一传也可以射。最多就是三传。最多三传。如果传第四球传出的话呢，那球权就要进行转换了。转换。好，那这边不算。跟各位观众朋友解释一下，巧固球我们看到前方有一个网子，那是攻击网哦。那现在球弹出去哦，要反弹打到禁区之外的地方去落地哦，才会得分。对。那防守方呢，也就是要尽量把球给接起来。对。哦，那接起来就是一次成功的防守。嗯，是。哇，这就是一个成功的防守。对。防守之后，你不能走步，巧固球也不能走好几步啊，三步内要把球丢出去。哦，这边刚刚是出现走步了。对，裁判判走步了。好，这个进攻是在后排哦，是被中华队守下来。这边一个一打二，哇！哦，我们女生还不错哦，正在两队拉锯啊。我们女生队暑假都有集训啊，这个在我们的陆竹高中的地方哈，我们教练是陈伯长教练。这是我以前的学生。那国小打巧固球的时候，我就是教练啊。他刚好体育的大学毕业之后啊，这个去当兵退伍了，所以刚好来协助我们巧固球啊，担任教练。好，这边也跟各位观众解释一下哈、哦。巧固球有333原则啊，是啊，传球啊。不能超过三次，那选手持球不可以超过3秒，那单边的网子进攻不可以超过3次哦。还有这个三公尺禁区也是三，啊，也是三，对。哦，这一球是打到框哦，对。哦，在巧固球的比赛来说啊，其实进攻一定要打到网子中间哦，对，不可以打到框，打到框是无效的。对，而且目前这个网子跟球啊。台湾的最便宜最好就是在台湾，世界各国这一次要买很多球，买很多网子，厂商都做不出来，来不及做啊，顺便可以透过这次比赛就直接带回去，省下运费啊。好，这边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，其实巧固球啊，台湾的巧固球在世界上啊是话最也跟党啊，哦，对，这个协会啊总会的会长也是台湾人。好，就是我们的黄进成黄会长今天为各位来做讲评的任务哦。秘书长也是台湾人。好，秘书长也是台湾人。那亚洲的会长也是台湾人。也是台湾人啊。对，因为其实各国都很需要台湾的帮忙啊。目前我们球技最好，我们有学术已经做了60几篇的学术研究。那这几天，明天开始啊，我们台湾运动教育学会。特别在中山大学哈，也要举办巧固球的学术研讨会，目前有200多个人报名啊，也是客满哈。那其实，在前几天啊，才刚选任下一届的这个会长的选举啊，也是由我们台湾人担任啊，那个方胜师，我的秘书长，刚担任。那世界各国全部都支持，继续由台湾来领导。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哦，在。我们都知道，其实台湾在世界上面对的处境啊，是多么的艰困啊。那但是巧固球这项运动啊，却为台湾是带来一线曙光哦。其实我觉得体育归体育哈，政治归政治。那我们巧固球的运动强调的就是大家的和谐，促进更美好的未来。所以我们不会去想要去跟人家做一些冲撞性的东西哈，那就是给大家一起来努力。你看，哇，这一颗球是跳起来压线，压线算线内，所以送人家一分哦，不能压到那条线。我们有做慢动作哈，就会看得比较清楚。那其实
观众不知道啊，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一直在世界上是占有一席之地啊，也是因为我们台湾队有非常强的实力哦，在连续37年呢、啊，都是世界冠军，拿到世界冠军，对，男子队啊，女子组啊，全部都是、啊、都一样啊。其实当时我们输过一次啊，那2004年男生输了，2005年女生输了。那其实输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的年纪已经平均年龄40几岁，那时候瑞士才20出头啊、哦，那当然差了快一轮了啊，都也可以当他爸爸了哈、啊，所以才输掉，体力也不行啊。啊，女生也是都已经当妈妈了啊，去跟瑞士的小伙子啊，这个当然就没办法，所以就是有断层的危机了哈、啊。不过哇，这一球其实很漂亮啊，中华队的。对对对，直接往左边哦，他补防的速度非常快哦，哎，马上判断对手的进攻角度是在左边的位置，而且是靠近底线的。对对对，一传的两传，最后一次三传一定要射了。哦，巨防守得分，而且这边中华队是非常擅长啊，去找空隙啊，进攻都是找对手两人之间的空隙去做进攻。对对对，对，我们都是教小朋友这样打，不要去打人家，打到受伤还要去跟人家说对不起啊。对啊，我要求小孩子球传不好，传歪了一定要说对不起，传好是你的本分嘛啊，所以打到人当然要说对不起啊，不管小是故意的一定是不行啊，不小心一定要说对不起。哇，这个防守是比较可惜哦，两边啊中华队两位选手是撞在一起哦。嗯抢球了，有的时候要讲 Mybo 我的球我来接就好了啊。三传的一定要射，让他们跑来跑去。对，哎呦，哇，这球其实香港守的不错哦。哇哇，啊，目前第一节哦，来到5分钟啊，6-8，两队拉锯哦、嗯。哎呀，差一点点，目前分数只有2分的差距哦。是。只要是 B 队，大家一定要替我们加油了哈。那如果中华 A 都不用加油了哈，就一定会赢了。那其实我们知道巧固球哦，在因为今年比的是沙滩巧固球。那其实沙滩巧固球跟室内的巧固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其实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有沙，一个没沙啊。但是在规则上面来说也是也一样，没有变，都一样。啊哎，所以我们这个运动其实当时发明的时候非常好，我今年花了150,000，把它整本的法文规则，在整个发明的过程，整个研究用出来啊，所以在未来的3个月内啊，希望能够把它出版出来，让我们这个直接翻成中文啊，让我们更了解当时布兰德博士发明这个运动的一个精神在哪里，哎。啊，这一次的比赛啊是每节12分钟打3节，嗯，那节间休息是5分钟啊，所以一场比赛打起来差不多1个小时。对，那在高雄的西子湾哦，太阳非常大，非常的炎热、啊，嗯，这边考验的是选手的体力跟耐力、啊，所以我们跟亚沙运是一样的。我们比赛了哈，早上9点到11点打，中午的时间太热了就休息。那休息的话，我们选手就可以去海边，刚好在美丽的夕阳去玩玩水。那下午的话，这个3点打到晚上9点啊，所以大部分我们的时间就是朝这样来做一个规划。那刚刚那一球啊，中华队的防守是第一时间有做到，但是球是飘向了后排啊，那在后排的防守就比较可惜哦，所以巧固球我们。第一时间看到都是前排的防守，其实后排的防守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对对对，就像象棋嘛哈，你要打没有人的地方，你往哪里跑都有漏洞啊。这边一个快攻是找到空隙哦。强攻，背后8号的杨旭涵啊、哦，这一球真的是做得快很准哦。对对，旭然的爸爸妈妈非常支持啊、哦，这个也不错，让小孩子有机会。哇，第一球没有接到，哦，球是落地了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香港队的进攻啊，是哦显得比较单调一点了、啊。
其实抢护球很多的假动作，哎，好像要丢，哎，丢哪里？有做一些变化，而且打很低，人家不好接啊。打低要跪下来，所以通常都要护膝啊，才能够接得到球。这边中华队的进攻，左边的攻击是得分啊。哇，这一球是砸到了脸啊，香港队员的脸上啊。其实看起来是有点痛啊。对对对，这个球其实也有点硬啊。不过以前的球更硬。那之后我请我们的永华企业了哈，这个来做一个开发。我们那个现在福将行接手之后啊，这个球我们做得非常短，这个球很多球类大厂都做不出来。啊，这个球是特殊性的球啊，一发明之后给大家去用，大家非常喜欢啊。我们2009世运就是用这一家公司的球啊，目前全球最便宜的网子跟球都在台湾。哦，这边是想要直接做快攻啊，是没有跳进去啊？可以啊，你跳进去还要花时间呢啊。但是你在外面，干脆在外面丢，这样会更快。嗯，哎，这叫快攻啊，快攻。像这样就有一点快攻，单一步射。要丢了，但你还 pass， 哎，两个配合得很好。这边这个假动作是骗到对手啊，而且中间是出现一个超大的空档。对对对。那当然，巧固球啊，进攻很重要，但是最基础还是要从防守做起哦。是。而且巧固球其实速度非常快哦，一个转身，一个传球，马上就换进攻方向了。对对，而且是180度的转变哦，你要跑来跑去哦。所以我以前为什么觉得巧固球很好？我在国小当老师，运动会的时候，我的巧固球选手都非常优秀，跑步第一名也是巧固球，第三名巧固球，跳高跳远，啊，丢点球都是巧固球得奖啊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全能性的一个运动。目前第一节的比赛结束哈，目前是中华民我们台湾是14-9暂时的领先。哦，五分领先。
2017世界杯沙滩桥控球锦标赛，那么 A 场第二场的比赛，女子组 B 组的赛事，中国香港车站中华 B 队的比赛也进入第二节。 比赛进行三节，每节12分钟。 第二节赛先由中华队来掌握球权。好，第二节的比赛开始哦，由中华队对上香港队巧固球的比赛啊，我们各位观众要帮忙我们中华队加油啊！目前的比数是14比9。 这边可以看到，其实双方的实力相差并不远哦。但是我们中华队啊，其实是国高中生啊，对对对，是年纪是比较小的，这点是比较吃亏啊。而香港队则是他们的国手代表啊。其实这次香港听说来的还不是最好，不过。 这边其实巧固球一个比较特别的规则啊，就是教练不可以喊暂停啊，全部啊都是靠着选手自己在场上的临场反应啊，而且这样子就非常注重我们所谓的团队的沟通还有团队默契啊，选手自己在里面自己要去决定去判断。 都尽量不要靠外面的教练来给你指导，自己要去想去解决问题，我觉得这是我们巧固球好的地方，在国际赛他们都没有暂停的，自己内部要去做一些调整，而且一节是有12分钟啊，其实这十分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研究的呢，小孩子是打10分钟，国高中打12分钟，大人打15分钟，不过这一次都是大人，为什么打12分钟呢？因为
怕大家太累了，沙滩啊，怕大家太累，所以我们有特别允许十二分钟。那其实观众朋友不知道哦，其实沙滩啊要使力是比较难的。对对对。尤其你在地板跳啊，跟在沙滩跳啊，是高度是不一样的。跳不起来。沙滩是比较跳不起来的。想要跳下去，脚就沉下去了。对。那所以是比较吃体力的。对对对。而且太阳又这么大的情况下，选手体力是真的是非常的考验。现在四点快半了哈，所以慢慢看是不是越来越能够放松一点啊，这个太阳没那么大啊，就越来越好，大家打起来也很舒服啊。下一还有开灯，我们晚上还会开灯啊来比赛。好，这边再跟各位观众讲一下，我这一球就是一个得分了啊，对对，没接到。只要进攻的球反弹网弹出来的球没有接到，落在有效区的话就是得分。对。但是如果接起来就是成功的防守。對對對，那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角锥哦，三公尺半圆，那是禁区啊，對對對，是不可以踩进去哦，對對對，球也不可以在那边落地的。对对对。啊，如果球在那边落地的话，就是失分。啊，是。好，这边就是一个成功的防守。对对对，接住了，来攻击中华队的攻击。哇，这一颗是比较单调一点，他没有打中间。也说打久了哈，忘记了。攻击。哎，要扑过去，哦，靠过去来接球，拿到球还不丢三秒，哇，这里是出现了，大家不知道一个小失误哦。香港队球，背后九号的苏梦雨哦。其实刚刚那球可能是找不到队友啊，他如果要赶快判断啊，不然的话就被判拿球三秒也不行啊。巧固球，对，其实是333原则啊，对 对, 對，拿球不能超过三秒，传球不可以超过三次，同边的进攻不可以，也是不可以超过三次。对，哇，这个进攻非常漂亮哦，香港队抓了这个角度。配得很好，对，你看这边中华队防守来不及了，被骗了，中华队被骗了，不过也是因为是沙滩的关系啊，其实，在敏捷上面是比较难去掌握的，敏捷性会降低啊。其实有人说，巧固球打得好的话，就会变成骗子球，要骗你啊，骗你说我球没有打那里，是交叉的，所以巧固球是斗智的运动，对对对。而且是常常左右两边啊，互相的传球，互相干扰啊，那干扰对方的防守啊，没有干扰哦，因为你看我们不会挡他，但是我们会做假动作，但是就是造成对方防守会一直不断的做移动，对 对, 對，欺敌，不断移动的效果就是最后可能会有空隙产生，对对对对，就找出空隙，这时候就进攻的好机会了，对对对，死亡。右边的攻击，哇，这边中华队中间的空隙是有点大，对，这一次有点大啊，有点大，两个就要沟通，看谁要靠近一点还是怎么样啊，选手自己要来解决这些问题啊。好，这边裁判是喊出暂停，是要怎么了？应该是计分板上会有一些问题啊，但是是记录台这边的问题哦，在计分方面呢，分数上有一些小错误哦，这边裁判跟教练做了一些沟通哦，分数错了，按错了，他按错了，那个，因为我们这次都请我们的志工啊哈，选手来做帮忙哈，所以难免有出入的地方。其实是17-11，但现在变成16-13。所以现在时间，对，现在时间是暂停的哦，要来处理。目前大表时间是在6分30秒。这个太阳太热了啊，有的时候真的会热晕头了。对。目前比数是正确的，比数是16-13哦，中华女子 B 队啊是3分的领先哦，在第二节。
哦，只有三分领先，其实是蛮接近的啊。对对对。香港队的强攻造成了失分 ，lost the point。啊，不过到目前为止，中华队还没有被超前过，也没有被追平过，是一路是有领先的优势的。这些都是国小开始打抢不久，不过至少三四年以上啊，所以应该也还好。哇，这个球是前排第一时间没有守住啊。啊，交给了后排编号99号的王子龙，有碰到了，不过还是落地了。哇，很可惜啊，这一球是比较可惜。对，这边没有做传球，是直接做进攻。香港队的一个快攻是奏效啊！哇，拉近了哦！哇，这里中华队的进攻就显得比较仓促一点哦。没有做左右的传球，而在防守方面也是慢了一拍啊。十四。啊，目前比数是15-17。中华队送给香港一分。那其实巧固球有非常多的规则哈，啊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会给对手直接得分的呢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你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？比如说我们球如果说弹到禁区以内啊，进攻的球弹到禁区以内，是不是就对方直接得分？哎，对，禁区里面就对方得。那如果说弹到界外呢？界外就也是送人家一分了。啊，哎，那就是这两个情况哈，会像他就打在里面，送人家一分。现在差两分。我们看到快追平啊，网子哦，3公尺平面的这个半圆的距离啊，是我们的禁区哦。是不球不可以落地的、啊。这边第二次传球做一个进攻，香港队这里啊，在右半边的防守只有一个人。球场这里啊，3公尺半圆太大了，两个人要守真的不好守。啊，两个守都不好守了，竟然只有一个人在防守，这边是比较尴尬、啊。有没有跑位的呀？啊，这个球是打得不错哦，在中华队是没有能够守下、啊。这球力道是有的，打到自己的都往前扑了、啊。对对。仅仅暂时一分的领先，加油！哇，不过目前香港队是追到17-18，只有一分的差距。看一下这一球中华队的得分，哇，进攻非常的有力量啊！17-19，两分之差，哎呦，接住了，慢慢来。这一球香港进攻的不错哦，是找到空隙哦。对对。啊，不过是有中华队是有把它接起来。再添一分。好，第二节的比赛时间啊，剩下不到3分钟啊，啊，目前比数咬得非常紧啊，20-17。哎呦，哇，哦、这个快攻被拦住了。哦，香港队刚好哦，那边有人，他很聪明，他知道要快攻。嗯，直接抢过球，攻完就要接着要防守，因为攻完之后换别人攻嘛，所以攻防攻防，攻的话就是你要很有巧妙的巧，固的话就是防守，所以抢过球的字啊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叫巧固球吗？是因为打网子的那个声音吗？打网子、以前我们都以为是打网子的中间打下去弹回来叫做啾咕啾咕，所以叫巧固球。啊，其实真的打又感觉不太像。那去年的时候我到瑞士去啊，问了那个当时发明的布兰德博士的弟子啊，这个 Michel Favre， 他就讲了，他其实啾咕啾咕是打旁边网子的旁边刷边过去的时候就是啾咕啾咕。对，所以叫做巧固球，是这样子来的。那我们台湾师大的方瑞明老师，他就把这个巧呢，因为巧固球有攻击的意思，要很精巧，要懂动头脑。那固呢，就是坚固，就是要锁住球，所以就把它取名为巧固球啊、名字是这样来的。哇，这边是中华队是越区了，踩线哦，是踩线进入了禁区哦。对对，这边球权就要直接做转换了。裁判去把那个移好，因为他踩到那个三公尺的脚锥，而且球在
啊，这边是传球失误，球只要一落地哦，就别人的球了。巧固球比较注重是给输的机会，跟很多运动是不一样的啊。而且没有身体的碰撞哦，嘿，都没有，你不会看他们撞在一起，所以受伤都是自己造成的。哦，当然有时候是会被球 K 到啊，很少，你注意看也很少。那我们脚步球晚上都选手之夜的时候，大家都同乐在一起，非常的高兴啊，因为输真的是技术不行啊，那比赛别冲撞啊，这个不像有一些运动比赛前都是好朋友，比赛后就吵架了，就变成坏朋友。那其实巧固球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则哦，但是就是我们的队员不可以互相的去冲撞。那另外一个就是不能超球啊。对，我们不能去抢别人的球，别人的都是别人的哈，你丢我就是到另外一边来接你的球，所以其实这冥冥之中啊，就是在默默的啊，潜移默化一个态度啊，也就是我们的君子球啊，是非常有礼貌哦。对对对。啊，你要丢就给你丢，啊，我也不去抄。那你攻击我就防守，对对对，我也不去阻挡你的攻击。所以我们这个运动的小朋友哈，曾经我教的学生去打篮球，然后他打篮球的时候全部的人都让他运球上篮，投完之后打到篮筐再把他拿回来啊。好，第二节比赛结束哦，目前暂时是22-18哦，台湾是有4分的领先。好。
中华队。比赛进入第三节。第三节由香港队率先来发球，第三节比赛开始。第一开赛 ，Hong Kong School。好，继续回到比赛现场哦。中华队对上香港队，世界杯沙滩巧固球锦标赛。那目前比赛是打到第三节啊，相差三分啊。对。那其实虽然啊，前面两节中华队都是不断在领先啊，不过差距是都是非常近的哦，都是三五分这样子。对对对，还蛮近的。哦，这一颗球在第二个时间想要救是手滑了。对对对，这个有的时候跑的时候的问题啊，你沙滩不好跑啊，就没办法。那个台湾的比赛比较少在扑球，扑身去接球啊，这欧洲很长啊，所以其实如果说有这个动作哈，会更好一点。哇，这边这个进攻是哦踩到线了，在慢动作看一下哦，打框打到铁框，打到框改变方向，他改变他的飞行方向。这样子就不算了哦，这一次的进攻就是无效的。对对对，哎，没有了。哇，这里一个反快攻啊，但是很可惜。那裁判比这个姿势也是打方，哎，但是他快攻，哎，我们又没注意到啊，所以比赛一样很专注啊。对，在第一时间，哇，还在看其他地方啊，这就打完了，就打完了。所以曾经有一个大学的教授哈，说我们巧固球是小朋友在玩的，这个我是觉得截然不同啊。这个运动其实也可以训练小朋友的专注力哦。对对对。我们这场比赛是打三节哦，每节十二分钟哦。哦，天气非常炎热啊。哎呀，哇，这个进攻速度非常快啊，这颗球很有力量哦。这边传向右边，中华队在一个反快攻，这一颗球哇是被后排接住了。通常我们会训练选手哈，打的时候看一下哪里没有人。哇哇，现在出现危机啊！对啊，香港队在这一场比赛是第一次啊领先中华队。在第三节开始啊，其实中华队的节奏有一些不对了哦，是被对方牵着鼻子走。其实我们的国中没有巧固球的联赛，高雄市没有，甚至教育部也没有，所以其实我们培养上就不太容易啊。所以其实希望以后是不是选手断层，你看现在都分数都被人家追过去了啊。好，这里是一个有效得分哦，平手。哦，目前是占据23-23的平手啊！我们各位观众朋友要为中华队加油啊！我这一次还是一次有效的得分啊，反而又被反超回去了。哦，在这边会长会给中华队的女将啊什么样子的战术建议啊？其实射网的时候要看一下哪里没有人，然后跳起来立刻去做动作。啊，一下子就要决定要打哪里啊，要养成习惯去看哪里没有人，对方的弱点在哪里。如果这个平时要有好好的培训呢，是不容易。哎呀，哇，这一边也不行。其实我看中国队 B 队的防守也不行，接不到。是。哇，而且在进攻啊，其实找不到自己的节奏啊，球是偏高的哦。对对对，那这其实对于防守方来讲是比较好防守的。为什么会偏高呢？因为他跳不进去。你要跳得进去球才压低嘛，你跳不进去当然球就打高，那是角度的问题。哎，来，哇，这一球其实
哇，中华队在防守的判断上面啊，其实比较不准确哦，在第三节。还年轻了，真的是太年轻。他跟各位观众朋友解释一下，我们现在场上的中华队女将其实都是国高中生啊。是啊，而香港队都是至少都是有大专生的年龄哦。是。还有七分多钟，还落后两分呢。哎呦，哇，这一球被防守下来哦。他打给他一个人而已、啊不应该打给他，因为旁边都没人嘛，所以一定要打没有人的地方。这边刚刚香港队漏球了，那一球是算得分吗？还是只有球权交换而已？哎呦，打起来得分、哇，连续几次进攻哦，都是奏效的。哇、啊，这一球是出界啊，出界，但是我们有 touch 到，我们有碰到球，有碰到球，那这边就变成得分，对，算对方得分，你有 touch 到了，所以其实巧固球非常需要判断力啊，在第一个时间就要判断这个球是不是失误了，又没有打到，连续，这个球是比较夸张哦，直接打到了地板哦。我们再看一次这一颗，哇，这一个球有打，他是打到框，但是碰到地了，但是碰到地板，连续也是失分哦，哇，最后靠着自己失误啊，是直接啊，分数是被香港拉开了啊，对，29-25，目前时间剩下5分30秒。其实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 B 队的体力还不行。要不之前我们都赢哈。好，这边比赛剩下5分钟的时间啊，是中华队有4分的落后。其实有很多分都是中华队自己双手奉上的。对呀、啊，真的比较可惜哦。那第三节的刚开场啊，到目前为止香港队的进攻节奏是比较好的，是，不过也给这些选手有个机会了，国高中的阶段参加一个国际比赛啊、也是很难得的体验啊，不怕输才会赢啊，输没关系啊，要不怕输更要想赢啊才会赢。不过这边看起来其实不难发现哦，场上的选手的体力啊已经慢慢开始下滑了。对对对，到第三节哦，真的很热哦，太阳很大，你是想在操场大太阳下运动一个小时哦，就非常热了，而且是在沙滩上啊，跑来 跑来跑去跳来跳去的沙滩，要做起跳是又更费力的哦。对对对，两步做一个倒传往右边走，这个攻击是比较可惜，哇，是敲到了框哦，不然这边的角度是不错的哦。来了，三传射了，哇，这一边这个攻击是比较高一点哦，对，是被中华队顺利守下来，这边要再做同样方向的。网子的进攻是得分，剩三分钟，剩三分钟，差三分、还有三球要追啊。那如果说在比赛最后时间结束是平手的话，我们抢过球就是平手啊，没有延长赛、没有。国际跟台湾不一样，这个不过国际上平手就是他们是算分数了，算积分，现在都是会前赛。明天开始啊，才会有比较正式性的。这几天都打循环赛这样子。平手就是零分啊，应该也算一分了啊。这边第三个传球做进攻，哇，左边一个大角度哦。还再两分，再两分。哦，这边进攻是做得很漂亮啊。其实我们再看一次哦。
北号99号的王子龙，其实在进场的角度上是比较小的，但是出手之后没想到球是往边线走。对啊，他要转。哎呀，真的防守要练一下。目前比分是来到30-27啊。台湾队是落后3分啊，时间剩下2分钟。哎呀，哇，这一球又没有守住啊。那真的需要我们台湾的观众来西子湾加油了。真的以前都讲台湾不需要加油，现在可能需要了。其实巧固球啊非常考验选手本身的抗压能力啊，因为在场上教练是没有权力喊暂停的。是，那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中华队的选手有一些紧张哦，都还年轻了。其实都还年轻，第一次参加国际赛，有的还第一次啊，所以就比较压力会比较不行。哦，不用扑的不错，精神很好。这边的进攻哇都是直接砸向对方啊，我们台湾的观众一起来为中华队加油啊。最后一分钟哦，剩不到一分钟哎，差几分？啊，目前分数是来到了31-29啊，台�湾目前是2分落后，剩不到一分钟、啊，45秒的时间有没有办法翻转？看这一球，哎呦！有快接到，马上要做一个快攻，这里快哇！喂，不能再打了，要打那边，剩下不到30秒，一定要换另外一边的。得分没有哇，连续的被防守守下来，这里继续得分一下，哇！啊，最后10秒时间，中华队啊，看这是希望渺茫哦。哇，结束了，差2分。好，比赛结束哈、哦，这场比赛非常可惜哦。其实中华队在前面2节都是保持领先优势哦，那在第三节可能是因为体力关系，也可能是因为心理的抗压不足哦，导致输掉这场比赛哦。防守还要再加强。那我们恭喜香港队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巧固球锦标赛第一场比赛的第一场的失利，我希望中华 B 队在往后的赛程能够再接再厉，能够有更优异的表现。那么下一场场次的比赛将要来回到男子组的比赛，一样是预赛，男子组 B 组的赛事要由尼泊尔队来征战马来西亚队。Next match.队长全名哦。